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大卫。那在草莓度夏之后呢，我们把旧的草莓去掉，然后会有很多旧土。那我今年的旧土呢，在四月的时候呢，其实很多草莓植株都已经开始有白粉还有灰霉症了。那所以呢，我把旧土集中之后呢，我要重新再育苗，再利用旧土。所以在使用旧土之前呢，我必须对旧土进行一个消毒。那我使用的是二氧化氯，这是在网络上买的 500cc 的二氧化氯的 ABG。那使用方法呢，请自己上网去查询。那我是用 28cc 的 AG 加上 280cc 的水，之后呢，再把28cc 的活化剂倒进去，就这样子会变成一份浓缩的液，稀释500公升之后就可以使用了。详细的操作呢，我现在来进行一次。先把 AG 打开，这样大概就有 28cc， 然后这 280cc 的水我已经准备好了。装一下 AG 28cc， 我这个杯子刚好是小朋友吃药的杯子，刚好就是 30cc、抓约当子。做好之后，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液体就变成这种淡绿色。那这个就是原液浓缩液，可以稀释到 500cc。 那这个颜色退掉就表示二氧化氯已经消失了，二氧化氯是个无毒的产品，随着时间会慢慢的消失。那我现在要取出旧土，倒入那个稀释后的二氧化硅，然后把它搅拌均匀，放置一小时。好，这样子静置一个小时后呢，再放到盆子里面，再静置七天，好，一直等到二氧化氯完全消失，这样子我就会拿来使用。然后，这些就是已经消毒好的土，在这个遮雨棚下呢，已经放置了差不多三天，大概再过四天呢，这整个动作就完成了。好，我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，谢谢各位的观赏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麻烦请支持大卫，帮我订阅、点赞、加转发，谢谢各位，我们下期再见。